有给我喝，我最喜欢在里面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。他在感性的时候说：“不好意思，那只有过我到。欸”我真的没有想到你，都没有人要带给我喝，渴的要死。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们已经到台南了。然后阿伦伦在抱怨，就是说昨天我都没有那个，我都没有倒饮料给他喝。昨天晚上我们在访谈的时候啊，跟伙伴访谈的时候，啊，昨天真的伙伴有一个比较感性，他跟我们聊到哭了。哎，我也会呢。啊，就这样。看他哭，我就会忍不住。这是台南，看得出来吧？